个字，叫做摸上边第二个字，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，你看摸它的左边第四个字，你看摸它右边，摸完它的上边，再摸它的下边，摸完它的左边，再摸右边，两个手一拉，一直往下这么插，变成一个横条，然后左边的边摸上边第二个字，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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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上边第二个字，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。上边地，摸它下边地，摸上边第二个字，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，叫做摸上边第二个字，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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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上边第二个字，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。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，你看摸上边第二个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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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摸它下边第三个字。